生命当中有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。我在十年前得了白血病，有我的恩人，他能够义不容辞的捐水给我，在我复发的时候还捐了2次淋巴球给我。我也好希望跟我一样的病友也有像我一样这么宝贵的重生机会。整整在医院做大的疗程是8次，然后每做一次疗程就跟生死走一关。哇，谢谢捐骨髓给我的人，非常感谢他，因为他救了我一命，也救了我全家的人。我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爱心，不管是捐血或捐骨髓，请大家帮帮他们，因为还有人在等待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只剩我跟我太太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很严肃地去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万一我离开了，他肚子里面5个月的小孩怎么办？那骨髓移植第一个顺位就是看看亲人的骨髓是不是可以，在很短时间内确定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慈济的骨髓资料库。所以我希望说，请你一定要站出来帮帮这些需要你的人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活下去。谢谢你，让生命没有遗憾。